你为什么事儿不能在家里说，非要到这儿来？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要和你商量。什么重要的事儿啊？我在天堂岛看到的都是假的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是天堂岛的庄家，如果天堂岛的事暴露了，股民们就要大量的抛售股票，那天堂岛不就要崩盘了吗？最终损失的是大吉证券股。 那怎么办呢？我想，神不知鬼不觉的，把天堂岛股票慢慢抛掉。那你找我有什么用啊？我们公司的账户是受到证监局的监管的，还有老黄这个中间人监督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直接出货。但是你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悄悄的出货，每天早上集合竞价的时候，你就挂上一笔卖盘。 能卖多少是多少，那我是在家里操作还是在你那里操作呢？都不行，会留下操作的痕迹。我在一个大厦里给你租了一间办公室，你每天早上去，挂上卖盘就回家。我是用别人的身份证租的房，最后谁也查不出来。我再搞点迷魂阵，扰乱他们的视线。顾德央，你们也来逛公园啊？唱啥？ 这是我女朋友若云，这是我一个朋友叫厂长。哟，你带了巧克力啊？那还不请客？啊，不行，这盒巧克力我要转交给别人的。嗯，你们玩吧，我先走了。 是你的什么朋友啊？歌厅认识的吧？一句半句我也跟你说不清楚，反正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想的哪样啊？谢谢。这咱们县的事儿啊，那不就是你的家事儿吗？所以呢，这件事务必请你哥哥回来一趟，帮咱们策划一下。 我哥他确实挺忙的，我一年都很难见上他一面。再忙也得回来，家乡的事儿他责无旁贷。你家如果有什么事儿，你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做到。那好吧，我打电话跟我哥商量一下。大谢，你来干什么？我要陪你去独山岛。你疯了？哎，你快回去，快回去！不，无论你走到哪里。 我都要跟着你，陈老大，开船。 上官，你等等，我有话跟你说。 小欧，你要好好爱心人。大谢，你要好好照顾上官。你们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调回来的。这儿呢？快开车！去哪儿啊？哎呀，随便，快开车吧。 出什么事了？跟我说，猴子哥讲义气，一定会帮你的。巧克力，巧克力掉到湖里去了。怎么会呢？你不是装在包里吗？我把它给了那个男的，我们坐在船上，那家伙对我动手动脚的，想占我便宜，我就拼命挣扎，结果巧克力盒子就掉到湖里去了。那男的跟疯了一样，跳到湖里去找，结果半天都没捞上来，我害怕。 跑了，不就是一盒巧克力吗？至于吗？买两盒赔给他。我觉得那不是一般的巧克力。什么？
货丢了。老干那边说啊，是小野猫把货扔到湖里的，他跳到湖里捞了半天，可惜啊，那货全化了。小野猫儿，这是找死。他人呢？跑了。你立刻去给我找棺材板，让他找规矩吧。是。到了，下车吧。又怎么了？快走，快走！我不能去见他。不是说好了吗？我跟你一块去见五爷，我给你作证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去见他。猴哥，求你了，快开车吧。你怎么这样，老变来变去的？我有预感，马五会杀了我的。那怎么办？我有办法了。你不陪我上去？我在下面看一眼，你上去之后给我打个电话。好。吧，行，你拉上窗帘，关上灯，谁敲门都别开。好，我觉得这儿不安全，明天早上我来接你。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潜龙投资公司出问题了。上次您吩咐我让我清理下属公司的时候，我发现潜龙投资公司在上海有家子公司叫新力集团，有些手尾不干净。新力集团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家公司有两年都没有运作，应该马上注销。我已经办了，正是因为我到工商局办理注销的时候，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。怎么回事？上海的新力集团在深圳有一家子公司叫环球高科股份有限公司，而这家公司的下属又有无数的孙公司，其中之一就是红太阳投资公司。红太阳，孟良固的公司。对，就是他给我们惹的麻烦。我的工商局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，证监局的人正在调查红太阳投资公司。是一次重大的失误，这些公司早就应该注销了，为什么拖到现在？我的前任孙经理可能把这事给疏忽了吧。证监局谁负责调查此事？陶威。哎，陆云，这么早干什么去？啊，我出去锻炼身体。再注意点儿啊！知道了，嗯，去吧。决定出货，不跟任何人商量，不透露任何风声，把天堂岛卖掉。一个操盘手要有最起码的良心。我心中充满神圣庄严的感觉。
好长时间没来了。小崔记者，这次又来我们学校是不是还是杨老师的事啊？欢迎啊。我这次来是想了解一下新副校长，听说幸免用自己的钱帮助了很多贫困学生。对对对对对，有这个事情。我想安排个座谈会，以便我对这些贫困学生进行采访。嗯，好，我这就安排啊。哎，要不要请新副校长一同参加？啊，那倒不必了，他不在更有利于我采访。等办完了事，我再登门拜访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安排。哎，教员们，你什么都别拿，赶快跟我走，这里不安全。哥，我现在确实特别忙，抽不开身啊。忙也要回来，家乡的事是大事儿。就一天，就这个礼拜五吧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喂，豪子，什么事儿？哥，我在门口呢，快开门。啊？哦。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这是干嘛呀？夕阳哥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怎么回事？有人要追杀我。什么？你要写我吗？是的，你就是我发现的新典型。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了。我是认真的，在采访杨老师的过程中，我无意中接触到许多有关于你的事。举个例子，你收留了杨老师留下来的五个孤儿，而你自己又没结婚。这不是很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吗？这是杨老师临终前我给他做出的承诺。再举一个例子，镇海岛上有一位老校长，名叫邓明生，为了一盒巧克力，他们就追杀你。我没说半句假话。要不你先住我家吧，你不是有钥匙吗？昨天晚上就住你家，但是我发现保安跟外面人串通好了，今天早上我去接他的时候，有人盯着他。这么严重啊？你送的那盒巧克力会不会跟毒品有关？如果这样你就麻烦了。我觉得也是。那怎么办呀？马武那帮人，我就是钻到地缝里也会把我找到的。要不你就先躲在我这儿吧，鹰巢里不准任何人进来的。猴子，你去马武那儿探听一下消息，有什么情况立刻来告诉我，没有重要事情以后别再来了。你马上把手机关机，不要再接任何人电话了。我去给你买一张临时的电话卡，只能接我和猴子的电话。除了你跟我，现在哪还有主力机构或者大量筹码？你能用枪逼着我说出座庄的秘密，就不会有别人逼着你说出秘密吗？我问你，抢庄那会儿，是谁把股价从18块杀到10块？是谁卖出那么多天堂岛股票，连封跌停板的？
那还用问？你呗。要不是你孤独鹰痛下杀手，要我车光的老命，啊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下手还真黑呀。错。今天我跟你说一句实话吧，除了我之外，还有别人在卖出天堂岛。怎么可能呢？咱们现在是盟友，我有必要骗你吗？你懂不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？我怀疑有一条凶猛的大鲨鱼一直在背后悄悄地跟着我们。行好，今天出货了吗？按照你的指示，最近都没有出货。可是现在看来炮盘很重，是不是你弟弟又作怪了？命运似乎在和我开玩笑，崔红将我推入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，这加深了我的内心矛盾，也使本已分裂的我陷入更深的分裂。马五爷，我们几乎把城里都翻遍了，可还是没有小野猫的踪影啊！一群笨蛋。不过有一个关系啊提供一条线索，说昨天晚上有个女人啊住到新妖家了，可能就是小野猫，不过今天一大早走了就再也没回来。难道真的跟新妖有关系？翠红，这篇文章不能登出来，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另一个人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把事实告诉你。牵扯到谁？一个内心充满忏悔的庄稼，我的双胞胎哥哥信仰。这些年他在股市发了财，成了人们所说的庄稼。他给了我一大笔钱，让我悄悄地行善，帮助穷人，以此来消除他内心的罪恶感。这么说你花的钱都是他给的？他还反复叮嘱我，让我千万不能宣扬，一旦外泄他很有可能有生命危险。这么严重？文章我昨晚就发回报社了，主编看了很满意，马上就见报。哎，你怎么不听我劝呢？你听我说，我把你们双胞胎兄弟看作一个人，他出钱你出力，合二为一难道不行吗？这并不影响报道的真实性。更重要的是，一个小学副校长帮贫扶困，这样的事件，这样的精神，我们绝不能让他埋没。刚才谈到理想，我拿起笔就是为理想写作。翠红，我求你了，我真的不配上报纸。相信我，每一个人都在扮演一个社会角色，无论他愿意不愿意，自觉或不自觉。你永远都不会明白我这个角色有多么复杂，多么难演。但你必须演下去，我们的时代不仅需要杨老师这样的典型，更需要活着的杨老师，继续发挥光和热的典型，你是最佳人选。他从西边出来了，那给你的。你连我的都买好了。是啊，总不能老吃你的。走吧。走。瑶瑶，这是你信瑶哥给你准备的。别叫，让人听见把你轰出去。老板，我敢肯定小野猫就在新瑶的阴巢里。怎么今天还有人抛出这么多股票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前景可就危险了。我怀疑今天的盘面异常是因为存在的第三股势力，为了方便分析，我给他取了个代号，影子杀手。影子杀手，你这代号有点可怕吧？也不用害怕，他无非就是囤积了一批天堂岛，只要咱俩联手，他抛出多少咱们就吃多少，把市面上最后一批天堂岛全部吃光，到时候咱们不就省心了。
这事儿我得向麦叔汇报一下。影子杀手，我认为，在天堂岛这只股票里存在着第三股势力，有可能是某超级大户，也有可能是某主力机构，他们手里握有大批的低价股票，伺机在高位排放。我怎么听着你说的有点悬呢？在编故事呢？这是真的，我思索了很长时间才得出这个结论的。那我问你，天堂岛从头就是你做的庄，对吗？对。如果有人低价位暗暗吸筹，你这个庄家会察觉不到。果真有第三方势力，这么一条大鱼在水中游，你不知道。那么为什么我主持联合坐庄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说，现在突然就蹦出来一个什么影子杀手？有道理，新瑶，你这么危言耸听，究竟有什么目的？这怎么都冲着我来了？车光，不是你找我来分析盘面的吗？对于来路不明的抛盘，我只是做一个假设而已。你就不应该胡乱假设。联合坐庄是一件严肃的事情，随便猜疑只会损害，甚至毁灭统一战线。说话要谨慎。除非有真凭实据，任何人都不能随便猜疑，胡说八道。喂，说得好。显然，老黄、孤独鹰、蔡经理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，很难把他们拆散。这种形势对咱们不利啊。老谎成了拦路虎，最难对付。他貌似公正，其实在袒护着新瑶，甚至袒护着蔡经理。您制定的方针就是要抢在孤独鹰前面出货，可是老谎这么老实，眼睁睁地盯着，我们很难做手脚。是的，明目张胆的出货不行，被老黄逮住就麻烦了。再说，老黄在黑白两道都有势力，咱们也得罪不起他，所以得想出一条妙计来。照您刚才说的，我们可以利用影子杀手。对，现在要有一个神秘人物把水搅浑了，咱们才好摸鱼。您的意思，我们出货往影子杀手身上推。明天早上我跟你一块去上班。为什么？你不是说你的电脑上可以看到新瑶交易的情况吗？我想看看他是怎么操盘的。哎，若云最近在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每天早晨都去锻炼身体。亲切感，不是因为新瑶，你才不会到我这儿来呢。为了他和为了你，不都一样吗？早晚都成一家人了。最近你对新瑶有些不放心，是因为什么呀？和竞价，卖出20万股天堂岛，单子要挂得分散，注意，每个账户别给我超过10000股。行动。
信瑶，你注意盘面了吗？影子杀手又跳出来了。我看见了，形势很严峻啊。你的判断完全正确，有一个影子杀手掌握着大量的廉价筹码，他正躲在阴暗处，从我们背后发动突然袭击啊！怎么办？顶住啊，兄弟，一定要顶住啊！咱们并肩作战，一定能击垮影子杀手啊！好，好，兄弟，耶，赢了！信瑶的操盘风格变了，忽上忽下，我怎么越来越看不懂了？是啊，这小子操盘手法怪怪的。他在搞什么鬼？没有明显的出货迹象。可是，这么大的抛盘从哪儿来的呢？我跟他说过多少回了，要出货之前必须告诉我。因为这牵扯着太多人的利益，如果让那些人吃了亏，在这行我还有法立足吗？你看他就是不听，他又偷偷的在做动作了。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问问他，先别发火。但是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。我去英超找他。别去了，还是我去吧。干什么？我知道你见我来很意外，是吧？黄爷，请进。把账户调出来，我看看你这两天是怎么操作的。账户那是绝对机密，那怎么能看呢？我是你们联合坐庄的中间人。当初合约有规定，遇到异常情况，你们双方的账户我都有权利监督和检查。莫非你账户里有鬼？嗯，那好吧，我给你看。不过有那个必要吗？你怎么突然变这么认真了？我一向很认真。照我的话做。奇怪了，你这里只有20万的抛盘，可是盘面上为什么抛盘这么重呢？喂，黄爷。车工，你在干什么？没干什么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真的没有卖出天堂岛吗？没有啊，不信您来查。他怎么在这儿？跌停板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停止出货。车总，我们怎么办？要不要护盘？反手买进？等一等，让我再想想。喂，麦叔，刚想给您打电话呢。没有，我们还没卖出去多少呢，他就跌停板了。刚才老黄还给我打电话呢，问我是不是咱们在抛出天堂岛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还要带我去哪儿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不给你点教训是不行的。当我发现木月峰的海生态胶囊加工厂是假的，我就决定再也不碰天堂岛了。我怕把蔡经理给害了，所以我才制定了 X 计划，
我才卖出那么一点就被你发现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破坏了规矩，必须受到惩罚。我把新药带来了。所谓的影子杀手，就是他，孤独英。去！原来是你想要新药，我真的要抽死你！好了好了，麻药有什么用啊？现在解决问题，孤独英。你自己说吧，这件事怎么了结？要是按照黑道的规矩，今天就应该剁他一只手。要杀要剐随便吧，反正被你们抓到了，我也无话可说。王爷，就等你一句话了，我们都听你的。行，你老实说。自己偷偷的卖出了多少天堂岛的股票？我再问你一遍，到底卖出了多少天堂岛股票？你不回答，我就要提出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。昨天卖出10万股，今天也卖出10万股，一共20万股。价位，平均价39.7元。你们都知道我跟新瑶的关系，但是作为中间人，我必须为这次联合坐庄负责。任何人在天堂岛上做手脚，都得付出代价。谎言的刚正不阿，赛过包公。最可恨的是，新瑶还制造了一个影子杀手的谎言。你自己偷偷的出货倒罢，还要搅浑水，弄得人心惶惶。如果不把你揪出来，这个联合战线很可能就在猜疑中崩溃。我想，在座的各位谁也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。黄爷，我们现在最感兴趣的是。您会如何处罚这小子？惩罚的措施我已经想好了。孤独英以39.7元的价格抛出了20万股天堂岛，我们让他加倍买回，他必须买回40万股，一股也不能少。什么？不行，我觉得惩罚的力度还要加大，叫他在40元以上的价位撤货。老谎出了个好主意，用这种方法惩罚了孤独英。我们老 K 基金基本接受，价位嘛，就按车光顺，不能低于40元。小伙子，别怕疼，疼才能长记性。低卖高买，让我一股赔5-6元，几十万块钱瞬间打了水漂，我能不心疼吗？你们可以打我骂我，剁我手指都行，就是不能这么整治我。我不会买进的，我一股也不买。既然大家都满意，那我看今天的会就到这结束，剩下的事我来办。我保证，孤独英。将认真执行今天会上达成的协议。但是我在这儿强调一点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要再捣鬼了。假如我下次抓到车光，该回盐城不待。
有你公正执法，我们老 K 基金彻底放心了。谢谢。来，为你压惊，还在为下午的事生气啊？我告诉你，我那是杀鸡给猴看。我怀疑老开基金也在卖出天堂岛，所以我这么一来，他们就不干了，明白吗？先干为敬啊！我倒不是真生气，买回40万股天堂岛不算什么，可影子杀手的确存在啊！要是哪天……天堂岛的事披露了，股票一旦崩盘，那蔡经理不就惨了？蔡经理不是自己的钱，只要他不往自己的腰包里装，亏了也没什么大事。我担心的是你呀。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如果追究起来，你这个操盘手是要负直接责任的。还有，最近股票上的几个掮客都被抓起来了，什么猫头鹰啊、蝙蝠啊，他们过去和你哥都做过戏谑等之啊。一旦他们嘴不严，为了开脱自己的责任，乱说，你麻烦就大了。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啊？轻者罚款，重则判刑。所以我当初不同意你哥这种换位方案，就是怕你最后出事。为了防备万一，为你准备了一条后路。出国？不行，我不能出国。我出国了，若云怎么办？若云没有案底，可以合理的出国。你们可以在国外生活。那让我考虑考虑吧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要求您。说。小野猫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他。我想不到什么好办法。您面子大，您发了话，马五爷他不敢不听。我始终认为您是一个正直的人，您道德高尚，无可挑剔。我知道您不会袖手不管的，对不对？别给我戴高帽子。干了。马五爷吗？你好，有件事想求你。麦叔，真没想到老黄如此仗义，竟然大义灭亲啊！这么一来，新瑶这小子就是跳进黄河他也洗不清了，我们出货也可以赖在他身上，他就是影子杀手。我担心哪天老黄闯进你的操盘室，把你逮个正着，岂不也让你把已经卖出的股票通通加倍吃回吗？不是，他以为他自己是国际警察吗？我的操盘室绝对不让他进。他今天整治孤独鹰，就为明天整治你埋下了伏笔。他这么整来整去的，究竟为什么呢？
天堂岛与他有什么利益关系？为什么我们每下一步棋，他都憋着马腿呢？新瑶只卖出了20万，可盘面上抛盘有400万。白叔，您是在怀疑老黄？我当然怀疑他。新瑶只是一只小鸟，老黄才是真正的老鹰。我觉得影子杀手一定存在，但不是孤独鹰。想你，不能停止想你，在每个夜里想你，你是否能感应？好想再靠近一点，让思念穿越局限，再回到你身边。时间一瞬间就像过一年，好想好想现在就能和你抱紧。 Baby， 我好想你，不顾一切的爱你，有多苦都不放弃。好想你，想你，无法呼吸，无法逃避，无法逃避。Baby， 我好想你，不顾一切的爱你，有多苦都不放弃。我好想你，就算被全世界